上程家，快上，前面不行了，快点，后方，我的后卫呢？快点来呀，快呀！哎呀，不行了，上！哎呀呀，太他妈激烈了，程家，好样的啊！哎，李哥，那什么，晚上不吃饭吗？对不对？行，稍微晚一点啊，我化化妆啥的。哎呀妈呀！不是水呀！哎呀，我出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可新衣服。我哥，你看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走道咋不瞅他点儿呢？哎呀，不是，你看我这正在谈业务呢，你腿伸的老长，你看你还给我给绊了。咋的？那我腿伸长也耽误你害了，倒那么宽，你咋不讲理呢？我也没说啥，对不对？我也没说是我不陪你或者咋地的，你看你就上来说我不讲理来了。我不管，这衣服是我媳妇昨天给我新买的，200块钱，你不得赔我。不是哥，我这么的吧，我给你50块钱，你回家洗洗得了。洗洗？我拿50块钱回家洗，我媳妇这不也说我吗？刚新买穿上就水洗，我咋的了？不行，你赔我。咋的？这衣服到时候不也得洗吗？对不对？洗了不也是旧衣服吗？这刚穿上新衣服啊。不是哥，那你看你衣服穿埋汰了，你不是不是得洗？是都是，但是今天是第一天，新衣服看完如鱼得水，这新鲜的你就给整出水了，不行，你赔我钱，我这200块钱买的，你赔我200块钱。多200？对，200块钱买的吗？你我200块钱啊？如鱼得水吗？不是大哥，你这么讹人，有点不讲究吧？我讹什么人？就我媳妇花200钱给我买的，你上楼赔我吧。200是吧？啊。来，水给我拿着啊！还得我给你拿水？那你不要钱啊？哎呀，200是吧？啊，拿着400，多了，200就够，多了啊，不用啊，那什么，啊，200块钱一件，对不对？对。嘿，衣服现在给我啊，把衣服脱下来给我，我给你400，够买你2件的了。回家给你脱呀。现在给我脱，现在脱，这村里头来回过人，东一个西一个，一会儿看着我光膀子成个体统，让你笑死我。那我不管，反正就啥呢，衣服，你现在的衣服得给我，我钱给你了。嗯，脱不了，要么我就要200块钱得了。200？啊，200块钱衣服也是我买来的，对不对？衣服你就得给我脱下来。不脱。啥不脱呀？来，脱下来，快点的。不行，那不用你包了，那都给你们，我不脱了，不要了。小样的啊，上我这讹钱来了，200，我给你400呢，臭不要脸的。小样。要你昨天泼我，今天我就在这死等，看你不出来，等你出来的好好报复报复你。出来了吧？这天上哪溜达溜达去呢？哎，看我闺蜜干啥呢？在没在线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妈，你故意的吧你？故意的了，这水下泼出去了。啥叫？泼出去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咋的吧？全都花光钱买的，我买呀，啊，这不准了，准的了，对吗？1600，1600是不是？对呀。你查查，够了，别等一会儿。干啥呀？裙子是不是我的了？咋要裙子？对，脱了。裙子脱了。对，我的了吗？是不是准了？啊，准要裙子。对。脱行，别反悔啊！我不反悔，因为我的裙子了。是反悔是小狗。小狗，走，给我脱。脱啊！行。哎呀妈！这脱呀，这不行，素质没有。哎呦，小样啊！哎呀，妈，你们还有一层啊？哎呀妈，妹子，我不要你裙子了，还我钱吧。